寂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是成都最出名的酒吧一条街，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演出，然后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成年人都会到这里来玩。然后今天刚好又是双十一光棍节，所以说每个酒吧有不一样的活动，然后来做这些一样的，让一些人来配对，让一些人来玩，让一些人来耍的一些活动。然后所以说今天我的工作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会演到比较久。酒吧给人的感觉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扼杀天性的地方，因为每天都是重复着不断的演奏一些同样的流行歌曲，然后感觉会让人变皮。而在乐队的话，每个人每天我的感受我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说在乐队的时候我可以表达更多不同各种各样的意思。帅哥要不要妹子？不要。他可能不认识我，因为我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然后每天他们都会在路边上告诉你到我们酒吧来喝酒。好，言归正传啊，就是在乐队的话就会更自由，更能表达，更能做出自己想做出的东西。而在酒吧的话，就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让顾客满意，然后就只有演奏一些翻唱 cover 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酒吧和乐队的不同的地方吧。而我虽然说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了生活嘛，要有面包才能够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去想，所以说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里工作。而今天又是双十一光棍节，就意味着我今天可能下班的时间要到两三点钟了。好，不说了，我到我上班里。其实特别奇怪，因为我从小小的时候，因为我爸是一个狂热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所以说小的时候我都是跟着他听古典音乐，无论是在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放一些什么约翰斯特劳斯的一些交响作品来听。然后直到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家去找我哥玩，然后当时他就在放德国战车和玛丽莲曼森的歌，当时我听了之后就犹如醍醐灌顶一般，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我就开始接触金属，接触摇滚乐，然后我就在我初三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学习贝斯，然后做音乐。这里是川音小区，然后以前我上学就在旁边，然后现在我们乐队排练，然后还有我平时上课都是在这里，排练房也在这里。然后这个附近其实就是平时在川音上学，然后在这里生活，然后吃饭，然后玩喝酒都会在这里。然后平时我们排练，然后上课，这是我的学生小猪。哎，带你去看看排练房。之外的时间，我会给学生上课，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转变，就是以前我自己是学生，然后我经历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毕业，然后在外面演出，然后现在我自己慢慢的去做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感觉老师也挺难当的，因为你不仅要学会怎么去教学生，然后你还要懂得和学生沟通，然后让学生明白这个东西，然后学习这个东西，最主要是你要让他会打，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运用得很好，不光是要你要会教的那种技术型的东西，然后你还要让他把这个技术发挥到鼓上，这个东西是很难的。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平时经常给学生说了一句话，就是你练的东西它只是代表你练的，但是你会打的东西才是你脑袋里面的东西，就是你要学以致用，就学习好的东西，经过你不断的练习，然后你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进步，以后就会成为一个牛逼的鼓手。打出来过后什么样？嗯 1, 2, 3。说起新金属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经历吧，就是从我们那会儿就是刚刚接触，也不说刚刚接触摇滚乐嘛，就是最想搞乐队那会儿那种冲动啊，那个时间段，就是差不多就是大学那会儿，就是自己最躁动的那会儿，然后再加上这些音乐就会刺激到自己一些想做乐队的这些冲动，然后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别人标榜的就是我们是做新金属啊，或者说有了萨克斯的做新金属融合金属的那些，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现阶段在下一张专辑出来之前主要还是可能会给别人留下之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那种印象，但之后的对之后的乐队的发展啊，包括我们之后想走的路，所以可能主要的一个主题一个怎么说音乐风格吧，还是会围绕 hiphop 这个东西来做，但是不排除其他的哈，那主要的曲风可能会围绕这个东西来做，但我不想，因为我们不是纯粹的那种做说唱的那种，或者说一个歌手我们给他伴奏，就不是这样，毕竟乐队是一个整体，每个人他有每个人自己想融入的一些元素，然后我想接下来我们想做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可能个人听的话，听歌或者自己喜欢的喜好的东西，还是可能比较热血一些的东西啊，比较重一些的东西，我想怎么去把这个重型的音乐的元素，包括自己的演奏方式、自己的音色、自己的包括做一些 program 啊这些氛围的东西，能把我们的 sax 和 hip hop 这个元素能融合在一起，可能就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当然可能下一张专辑会甚至会有一些流行歌，也会有，因为以前可能很多做摇滚乐就觉得哇，流行歌不好听，我们就是听摇滚的，我们不听流行歌。真正我觉得我就是做音乐做了这么久啊，对这个东西理解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然后也不会去排斥它。因为很多流行歌手就很牛逼啊，他们编的东西，他们的自己的不管是吉他、钢琴啊，那些都非常非常厉害，很值得学习。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吧。能可能某一方面会吸纳更多的一些群众、一些听众，然后可以表达我们这一帮年轻人另外一方面的一些思想、另外一方面的一些感情吧。这样，七走，男孩子不是都喜欢练武术吗？喜欢打来打去的，然后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武术，所以说武术是伴随了我比乐队更长的时间，做乐队有10年了，然后武术做了有20多年了，从练习到现在，然后武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终身的一个事业，然后乐队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梦想，这两个我觉得完全是一个不冲突的状态。但是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自己的负担越来越重，也会发生一些就是说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到底是上课还是去演出，这个也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都是尽可能的去协调。然后自己不仅仅是负责太极拳的教学，还有空手道方面。空手道来说跟太极拳又是两种不同的反差。然后因为太极的学生一直跟我跟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就是那种从小跟着我的，上课的模式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可能属于是比较严厉的那种，就真正的有传统武术的那种师徒的那种状态在里面。但是空手道来说，很多学习的小孩子偏小，我们最小的有2岁8个月的那种，完全就跟幼儿园的老师在哄孩子那种状态一样。那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去接受这种状态。可能更多的让孩子他去做的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可能不会像说去像运动员去要求他，而更多的是像一个启蒙，去感染他，让他对武术或者多对空手道这种东西产生一种兴趣，让他今后能够去怎么说呢，男孩变得更加阳刚，女孩能够去保护自己。所以说就因为这样子自己才愿意去做这一块。谁一个我一个30多岁的男人吧，也不愿意去哄一个小孩子。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因为很多小孩子他父母都觉得小孩子不能保护自己，或者说是现在的校园暴力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做这一块的话，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学会去保护自己，就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然后每一件事情吧，可能表面上看起都特别特别的冲突，其实它的里面可能都跟太极的原理是一样的，是相通的，是相互的。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是为了权利，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是为了命运，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是为了人生，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就快点放个下来在这个方面其实能够坚持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帮哥们儿就能够聚到一起去坚持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每个人当初可能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梦想才能聚到一起，然后一直为了这个梦想从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现在工作，还在一直不断的努力。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变老了，年纪变大了，胡子变多了，然后体重变大。妈妈问我这么多年钱都花到哪里了。就这样呗。就心境这些，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变，对音乐的热情还是和最开始不简单点。对，就可能唯一的最大变化就是年纪变大了，没有以前那么小了吧。对，小小事情，这句话没听懂。其实还是音乐还是那么早。对，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只是说自己的年龄在变化，然后可能对于这种造的这种理解在不像在那个年代的就瞎造。对，那个年代可能叫瞎造，现在就叫造的比较有技术含量，稳造。下一张专辑其实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下一张专辑发的时候也就快我今天做了快10年了，就是一个10年的乐队，至少我现在看来就没有一张能够很拿得出手的名片吧。就是以前的那一张其实就是怎么说，就是软饼干吧，就是中国软饼干或者说怎么样。但是现在10年了吧，希望有一个，尤其是新的吉他手进来，就是昌哥进来之后整个的状态我们应该是一种不同的状态。有新人的一个介入，现在基本上除了我和贝斯是上一张专辑的人元老在以外，所有人基本上都已经换了。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新的状态，不是说我们再找了新的队友来再去做以前同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而且音乐吧，玩音乐就玩乐队，或者说是怎么样，
就是应该做自己想做的，自己喜欢做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并不是说是哦，我们擅长新金属，我们就一直做新金属，我们一辈子20岁新金属，30岁也是，80岁40岁也是，50岁也是，那没有那个必要呀。可能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写的歌也越来越不同。像吉他手还写了几首情歌，挺好听的，说不定会在明年的专辑里面就放，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我们。对，不仅仅是造，对。我们乐队也是一支有探索精神的乐队，而且我们的歌其实一直挺走心的，真情流露。对，你仔细听歌词，其实真的挺走心的，然后很多东西真的那种感情非常非常的细腻，细的我自己都受不了，自己唱歌的时候自己都起鸡皮疙瘩。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音乐的发展还是跟一个城市的文化有关系的哈，就虽然说的可能比较大一点，就成都虽然说你看着它是很慢的，但是成都的性格就是耍，慢慢耍就玩，所以说成都对于音乐的包容性其实很强的。成都就不像其他的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专注于朋克、爵士或者金属这样，成都就是每一种音乐风格在想玩啥就玩，对，想玩什么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任何风格在成都都可以生根发芽，所以说并不会因为就是慢节奏而和我们玩金属有冲突，因为这里太包容了，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我们玩的是金属啊，我今天才知道。其实我是觉得存在即合理。嗯，对，就没有说什么好音乐的风，音乐其实不分好坏的，不分好坏。就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喊麦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因为音乐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对，就自己喜欢就好。对，是不分什么风格啊，不分什么东西的。对，他只是用一种他喜欢的风格去表达了一种东西。对，比如说他是，其实喊麦他其实也就是类似于一种说话的方式，他只是用一种表达情绪，他觉得 OK 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了一种他喜欢的东西。比如像说唱里面他也有很多种 old school trap， 也有风格不同。那你说现在做 trap 的也看不起 old school 的，那么做 old school 的也看不起现在做 trap 的，那你不能这样子，其实都好听，对吧？只能说你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能说是变。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做菜一样，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而且有些人就吃不惯豆汁儿，对不对？有些人又喜欢吃，就而且音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大同的东西，不能因为某一个风格你不喜欢，然后或者你觉得某一个风格更厉害，你就通过自己来喜欢这个风格，然后通过贬低其他的风格证明自己很屌。就这种其实在很多不论是音乐人还是周围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听众上面，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给周围的人灌输这种思想，就觉得你在听什么歌呀，我听的歌才是最屌的。其实没有最屌的歌，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最屌的歌。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同梦者众，同行者广，就是我刚才想说的那句话。对，有很多人他都有这个梦想，那这旁边就是川音，可能有几百个人想做乐队，但他妈有几个人能够做出来的，有几个人能在一起去做呢？对吧？同梦者就做这个梦的人其实有很多，但是同行的人能一起走的人真的真的很少。就像我们现在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家庭。那么我们现在不再是校园里面的学生了，不再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就得抽你更多的时间来给乐队。以前可能就是说一周7天5天都泡在乐队排练，现在可能一个月30天里面能有3天排练，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那么同行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就要一起走下去。怎么走，那就是所有人团结，就会可能就是这句话也是我们第一张专辑里面放的一句话，对吧？封面上的一句，封面上放了这句话，同梦者众，同行者广，所以说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核心。所以我不想听你说了，我有我自己的思维，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所谓的真理，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所谓的命运，他们在同化我的思想。